突击包不要。突击包不要。我们给他放鞭炮了，好激烈。我操！哇！我解了个漏，好多子弹，还有枪，还有人肉，各种各样的枪。我拿 SKS 吧。把那个枪也拿着呀，那个枪一枪一个。那个布拉基啊。嗯，一枪一个。就乘以九，吃个肉排，一波肥。这个军营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人啊？应该有人吧？我们离你还有500米左右啊！每一个戴着绿头盔，一个戴着白头盔，那就一分钟的路了。你在哪里啊？马上也到，哦，就在你边上，那个你捡那个那什么地儿？我们现在到这个军营外面的那个据点了，公路边上的据点。在你边上，兄弟。我看见了，拿装备吧。你看到人了吗？看到人了吗？哦，有。给老李。哎呦，这附近好像。哦，附近我有三个人，附近我有三个人，有一个老外。那有个老外，哎，这边，打死了！我操！我终于可以说话了，我游戏里面，来呀，来，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？那边估计有人到家，那个指挥楼好多箱子。我现在到围墙这边，我在看他。那我们不会发财了吧？把家操了！你们过来摸来支援我们啊！好，马上，我再马上搞完。走，支援一波。这个你在指挥楼，我在围墙啊。指挥楼，右手围墙。指挥楼，在指挥楼对面那个楼。我不是在偷东西吗？哎呀，急什么？再贴到围墙角，走外围，走外围啊。好。喂，你们能听着？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听到没有？被包围了，听到没有？出来！你们在指挥楼，指挥楼不知道有没有人啊？指挥楼，搞一把吧，搞一把！哇，他这颗雷直接给我衣服裤子全坏了，正常了是吧？别藏了！嘿，boy！能不能听到我说话？你被包围了，赶紧出来，举起手来！后面有人打，后面。屁股隔壁绿楼是吧？就绿楼、啊、对，他妈一枪还没打中我们，我操，刚才偷袭我们，我没打到，我操，堵门口了，出来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出来，听到吗？直接上，走。哎呦，不应该开枪的，我只有5发子弹。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，什么情况？你死了吗？军营。KK， 你死了吗 ？KK。这个人很水。没有，没打到。没，我没死。啊！我操！这一枪水友爆头，水友死了。哇，水友装备好富啊！水友装备很富。谁能过来帮忙？哎，我也死了。脸上有一个。脸上有一个。嗯。